那我要干嘛？我现在很无聊，要不抽个奖吧？来，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欧皇。欧皇就是我想要什么就能抽到什么，知道吗？看到没有？这就叫欧皇。什么叫欧皇？就是我想要什么我就抽到什么，这就叫欧皇。装逼。啊！今天告诉你们什么叫欧皇。装逼狗。别说了，别说了啊，没意思。看一下谁中奖。大头，大头，下雨不愁。你有雨伞，我有大头。干嘛？你要玩这个？我肯定是大头啊，开玩笑。我在想，我要不要换那个魔术师的魔术棒？其实感觉好像挺好的，但是有点贵，要8000多。8000多好贵的，你们不觉得好贵吗？好困了。哇，这个头真的大。然后你想的时候是这样的。你看我的头，你看我头。别秀了，我。不是我头太大了，我不习惯。对啊，这个头太大了，太挡视野了吧？到时候，不行不行，我感觉我这个金光有点亏了。免费偷偷的还亏了，亏了亏了亏了，巨亏。大头大头，下雨不愁，你有雨伞，我有大头。哇、哦！没错，他来了。哦，游戏里的场景。哦，我其实很喜欢魔术师的，我只是没玩好，但我魔术师还是挺喜欢的。哇，这个怎么这么强吗？这微笑。哎呦，没事没事，跑就对了，跑就对了。走开走开走开，快走，这电机是我的。他去救你了，他去救你了。我一直是都是用手机直播的呀。没有地下室吧？我一直都是用手机直播的呀。大头大头，下雨不愁。哎呦，可以。可以压到半血了，压到半血，那我去守大门。不是，这半灵在哪里啊？他怎么半天不点一下的？你在哪个位置？我可以帮你挡一车。你在哪个位置？来了来了，我看到他踩椅子了。哦，怎么打了他？我来。所以半灵在哪儿？哎呦，直接就给了我一刀。哎？你过来干嘛？他守着呀。哎，你是不是压到半了？哦，压到了，压到了。是不是很快？呜呜！大头大头，下雨不愁。大头大头，下雨不愁，你们有伞，我有大头。哦，大头。啊？阿爸像个皮球，我也觉得。点了，我点了。啊，对啊，你为什么要往他的方向走？我点了呀。你别来了，他可能会传送我这儿。你救人吧，你有搏命吗？哦，哦，哦，
哦，哎，我的影子在那里跳，完了。我把自己烧死了，不要。啊，我把自己烧死了。哎，可以。哇，我走不掉啊。走吧走吧，你们走吧你们走吧。笑死了这个人，他站在那里干嘛？啊？救个鬼，他怎么救我？我应该摇不下来吧？哇，笑死了！这个人为什么？哎呀，我这。白给，我真白给，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是白给了，哎呀，气死了，真白给，这一波是真的白给，哎呦喂，我的妈耶！